相信好多女士咧同我都有同一个苦恼啊，就系咧喺屋企自己搽指甲油嗰阵咧，除咗搽得唔靓之余咧，仲会好容易刮花。但如果出去整 gel 甲嘅话咧，就会好似染头发一样翻唔到转头啊。因为咧整个 gel 甲嘅指甲咧，除咗表面会刮到花咗之外咧，仲会有机会因为咧擦咗甲之后咧而变得脆弱，出现崩裂嘅情况。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介绍一种可以代替 gel 甲帮指甲扮靓靓嘅产品。其实咧，两款我都已经各自试用过一个星期噶啦。咁我哋讲咗呢个 Magic Plus 先啦。咁我自己觉得咧，喺官方嚟讲就话建议大家使用5至7日啦。我自己就建议大家咧用第5日嘅时候咧就已经可以更换噶啦。因为我用到第4日左右啦，咁佢啲胶水就开始已经甩咗。咁喺我用手去梳头嗰阵咧，啲头发咧就会摄咗喺呢一个甲片同埋我嘅真甲之间嗰个胶水位啊，咁令到我拉扯嘅时候咧就会断咗啲头发，咁我就觉得唔系咁中意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可以大家喺第5日嘅时候咧就可以更换噶啦。咁而呢一个比较薄身少少嘅贴片咧，虽然佢会比起呢一个嘅 Magic Plus 咧更加贴服我哋嘅指甲啦，但系咧佢对我哋指甲嘅健康程度亦都要求非常之高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样，因为 gel 甲咧搞到啲甲面已经花咗或者已经崩咗嘅话咧，咁用呢一只嘅话咧就会效果冇咁靓，同埋咧喺边缘嘅地方咧容易翘起身啦。咁如果系两者之间选择嘅话咧，其实我系更加中意 Magic Plus 嘅，因为咧佢嘅款式够晒多之余咧，佢嘅甲面咧系够晒硬身咧，咁就可以弥补翻我因为 gel 甲而搞到我本身嘅指甲咧淋咗同埋花咗同崩晒嘅呢一个情况啦。而且咧如果大家撞正一啲 big day 或者喺重要约会嘅话咧，又唔想贸贸然走去 gel 甲嘅话咧，相信佢哋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好嘅选择啊。